需要我即马就讲出来，讲你身躯顶都有胎记，啊，这个胎记佫生做甚物款，互我讲出来，佮助理副总裁印证一下，我记得有问题无啊？永春，吴总裁，今嘛你还有什么话讲？美华，这哪有啥啦？安娜拄仔来公司上班的时阵，你毋是捌甲伊当场考试过，知影伊的能力袂歹。想袂到伊即阵仔的表现吼，超出我迄个时阵的估计啦。所以我就买一卡表啊送伊，算讲是甲伊奖励啦。送这么好的表啊！而且搁锁伫你办公室的保险箱内底，是安尼啦。安娜是惊伊讲吼，这表啊去伤着，会影响着将来卖出去的价钱啦。所以我唔才会替伊把表啊锁伫保险箱内面。就因为这么随便的理由，迄卡保险箱，唔那是别人的物件袂用放的，就连伊家己私人的物件嘛袂用放的。伊完完全全是属于超联总裁这个位置专用的保险箱，这是你家己定的规矩。结果，你即马清清菜菜就把秘书的物件藏入去，你这感情做理由，你安尼敢会当说服我？我是安怎一定爱说服你啦？就算讲我破坏家己的规矩是阁安怎？锁一卡手表尔嘛，有啥物好大惊小怪？你阁想要强辩？总裁，你尽量变嘛。等你变赢了后，我再提供别项的，给你拗看卖咧。我总共嘛才送你一卡手表啊，尔，搁有啥物别项啊？搁有需要，我即马就讲出来，讲你身躯顶都有胎记，啊，这个胎记搁生做啥物款，给我讲出来，甲助理副总裁印证一下，我的记忆有问题无啊？李奶奶，李宏开除的命令即时生效，即马就倒转去你的办公桌，把你私人的物件看看咧，马上离开超联。看助理副总裁靠到安尼啊伤心，就算我即马走吼，嘛算讲是心甘情愿啦。你放心啦，我马上就会看我私人的物件。也毋过，你手提迄支手表啊，嘛应该算讲是我私人的物件。敢免嫌我？哼！哼！ Get up！ 美华，你莫靠我！美华感觉就想要逃的。你靠需要这么伤心？黄冰川，你平常时一直爱怪我爱吃醋，怪我搞猜疑，怪我在男女关系这方面一直不肯相信你。我请问你，你现在还想要怪我什么？美华，好啊啦，你能怪罪我，不过我也请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你肯相信我？冷冰川，我实在是不敢相信，你竟然还可以当讲到遐尼轻松。你讲好意思讲是别人甲你诱拐的，才会去照镜看好清楚，你是几外人啊？我有听人讲啊啦，黄冰春这老弟哥，真正甲你安那发生关系呢？无怪你这么伤心啦。是讲，这嘛奇怪呢。
即阵啊，冰村拢是困在你的房间的啦，啊，拢是你一个人在专用，也无跟我讲过啊，啊，哪会着发生这种代志？是不是美华妹妹你的功夫已经退步了？我无想要插你，更加无想要听你讲一寡有诶无诶，请你出去。你若是有心酸啊，你都要讲出来，有目屎都要搁流落来啦。啊，若无你安是忍掉的吼，这吼就感觉足艰苦的，而且若忍久吼，就会得着内伤呢啦。哇，啊你哪有遐多的目屎含咧目睭内底，迄袂滴落来？你上哪做会到？你嘛甲姐姐教一下。哎呦，啊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甲林安娜同款去用开单哦！哎呦，这照你讲，敢那我有这个资格，会当骂你是狐狸车，骂你抢别人的东西啊？嘛，敢那我有资格会当甲你开单尔？啊，是啥物人这么好胆，敢赶你走啊？嗯？是我家己要走的啦，老有英，请你出去。哎呦，啊你是走要创啥啦？敢讲你要爱我这个心来，送你这个万来哦，这要哪会好意思啦？这都别输干啦哦，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嘞，别安尼啦，小参详一下，让我这个做大母的哦，做副总裁一点仔面子，家己慰劳落来嘛。啊，若无你若真正是走，安尼我就会足无聊的呢。不管你公司还是你厝内，我拢无人偷我口舌，都无人哦，我嘛较爽啊。老有影，请你唔通太过超过哦。我就要骂你嘞！啊，我你是要骂我啥啦？你家己也好心良卑微个，安排林安娜来公司，破坏我跟冰村的感情，一点你敢敢好呢？哪奇怪啊？冰村是你阿东，不是我阿。我再讲啦，你有啥物事跟你怪别人破坏你的感情，怪别人咧抢你的红色啊？你敢唔知影？你就是破坏人家庭的万树天尊啦！你都帮良心想看卖嘞！当年你是安怎诱拐平村，才来抢我的红色啊？当年你甲平村差都已经有名无实啊！啊，若无平村，嘛袂去爱着我。今仔日这个情形嘛是同款啊！你若是有法度挽救平村，明日林安娜免有机会偷嫁你吧。我敢甲你保证啦！林安娜甲吴平村两个同齐咧洗身躯的时阵吼。一定嘛是甲讲伊甲你早都有名无实。你有咩讲？我不相信。你免遮尔啊愤慨，嘛免遮尔啊伤心啦。因为你即摆的遭遇，还佮你即摆的心情哦，我拢是老经验嘛啦。你相信我啦，这时间会当冲淡一切，袂当解决一切啦。莫佮哭了。